然后呢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斜肩了，所以任何的衣服我都会给它拉看看到底可不可以斜肩。好，所以呢这一件来斜一点点，我觉得超好看。那它本身呢袖子是做大概四五分袖，就是大家很喜欢又可以包肉又可以藏肉的一个长度。再来，这是最特别的地方，直接扭转好了，手残的人不会绑衣服的人通通就直接穿下去就扭好了、哦、再来呢，白色一直都是非常经典的，但是这一次胸前这一块我觉得女生会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是这种淡粉色的硬图，所以整体看过去是非常协调。我觉得这一块布料不会到太透，因为我确定我里面就是穿黑色的小可爱，整件黑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以透光来说，其实真的不太透。牛仔外套，你不管拿哪一款，骑士领复古风洗水双口袋，你不管拿哪一款，居然搭起来都会有这个感觉，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。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搭起来真的很美耶。好，这个粉色也很好看，它跟白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然后粉色因为它是利用有点米杏色的底，然后这个印字啊，最特别的是它是深咖啡色，就巧克力色，所以粉色穿起来明显的我觉得很有质感。